他们的奇妙时光是由周杰琼、葛秋谷领衔主演的甜宠爱情剧，剧情讲述了女游戏设计师宋玲玲意外地被自己创造的游戏人物附身，她不得不与甲方萧然展开一段啼笑皆非的同居生活，两人一方面修复游戏中的漏洞，另一方面也在解决自身的问题，从最初的欢喜冤家渐渐变得惺惺相惜。与朋友张云飞等人一起，他们穿梭于虚拟与现实的双重时空，经历了种种冒险，展开了一段跨次元的爱情故事，最终他们都收获了珍贵的友情与爱情。该剧已经开播，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